金钱树它是一种肉质根植物，如果说平时我们施肥不当、浇水不当，或者是土壤容易出现积水，那么就会容易导致这个烂根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棵金钱树，根系发达，满盆都是根。那么怎么养护呢？这是很简单，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。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呢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质，还有枯草芽孢杆菌，还有有效活菌，这些物质呢都是可以改良土壤，促进长根的。而且呢，它的肥效也比较温和，不容易产生肥害烧根。如果说我们使用化肥多了，或者是平时只用自来水浇灌这个金钱树，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土壤酸碱度不平衡，导致这个金钱树的根系容易出现烂根。所以我们想要养好金钱树，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，一个月给它使用一次，直接将它浅埋在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。因为它是一种黑粉，使用起来呢非常简单方便，直接撒到花盆的表面或者浅埋起来就可以。那么这种微生物菌剂呢，不单给金钱树可以使用，家里面的发财树、幸福树或者是绿萝、吊兰都可以使用。而且呢，它肥效温和，完全不用担心肥害烧根，放多点少点也没关系。同时价格也不贵，一包只需要9.9元，点视频下方链接买2包还发3包。